这是什么鸟啊？我觉得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桥都是数字啊！快到了！哎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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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白念生，你是不是忘了韩美玉是怎么死的？你不想让你姐姐也死在你面前吗？快说！姐，别动，别动！说不说？你这个杀人犯，早晚会有报应的，宝宝报应不是由你说了算。念生，不能告诉他，宝藏不能打开。说！不说，下一枪我就打死他！把头转到十三的位置上。十三指。十三。张国公算的十二指是错的，是十三指。十三指。对。这些文字的记载啊，也没有这些提示啊。你过来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即是空。
洪文涛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是不是让你感觉很不舒服啊？加藤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想独吞这份宝藏。不是不是不是，然后一走了之。我是想找到宝藏以后再告诉你。你以为我这么好骗吗？要不是我安排了眼线在你身边，你早就跑得没影了。孔文涛，要是没有我，你根本找不到这儿。你平时像狗一样在我面前跳来跳去，现在你不认主子了。加藤老贼，你太狠毒了。这云松宝藏是我找到的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休想得到它。惠子，你在做什么？惠子，杀了他，不然他会杀了我们所有人。杀了他以后，云松宝藏咱俩一人一半。闭嘴。加藤，我不是你女儿，也不是惠子，我的名字是白若冰，得告诉大家你到底是怎么杀死我父母的？说。好，说给你听又何妨？你父亲保存着价值连城的明朝云松图，我向他要，向他买，他都不肯给我，那我只好抢了，可惜只抢了半幅。你的父母很了不起，凭着记忆把云松图纹在了你俩的背上，然后烧了剩下的半幅云松图。加藤将军，我偷看到白石夫妇把云松图刻在两个小孩的背上，然后他们把图给烧掉了。我要那两个孩子。放下我女儿。放下孩子。你的母亲不是我杀的，但也可以说是因我而死。后来我把你带回了日本，让千田夫妇收养你，在他们死后我再收养你，听明白了吗，惠子？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得到了云松宝藏，我赢了。切，不许动。
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姐，你醒醒，加藤已经死了，我们为父母报仇了，你不能死，你醒醒，你不能死。姐，你不能死。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别离开我，好吗，姐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终于找到云松宝藏了，终于找到云松宝藏了。岳父大人，别生那么大气嘛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商量？嗯，你可是财宝这么多，不如一家一半，多好啊！王八蛋，你别叫我岳父，你个王八蛋！敢跟我较劲儿，你不想活了？还我女儿！你还我女儿！还我女儿！混蛋，敢跟我较劲儿！
旁边还有摇钱树，尝尽了人间的财富，贪婪不止了。有一次他在海边看到一个太阳，他呀竟然想把太阳给吞进去，结果呢被海水给淹死了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贪心不足吞太阳。王八蛋，去死，去死，死！爹儿，爹来了。